九妹呢，今天就跟小五啊、小六啊回娘家，又顺便去我姐姐家过节，又拿了一点礼物。Hello， 这个是一名给我妈妈的，我现在拿回去啊。一家人做婚礼题啊，因为十几家人啊。阿古，我分了，弄两个债公分谁没这个？来，这谁要继续的拿到那个？来，去回我妈妈那里去。刚刚分了，外面的那些就是我姑父的儿子，我们也叫哥，这就是我自己亲哥家。啊，有个女含着呢，叫过嚟。嗱，读书噶，男明呢？读书噶，又考上大学咯。哎，嗱，读国中啊。我读啊，你去男明读咩？买个衬衣。嗱，得未？得。哎呀！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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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因为我姐姐也是嫁到隔壁村很近的，一过来就是了。今天是他们家过这个丰收节，所以我们每一条村的丰收节都不一样。在旁边去几条村，所以呢，我们都经常回来，都看到我们老人家嘛，都是要多一点陪伴啊。那我们准备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来，可以可以啊，那赶紧扭过去让一个，我叫他在这里去一个晚上，他说还是回家去吧。那先回家了啊，拜拜啦。呵呵。